大家好，我是大哥君。Good evening all. I'm Jack Tan. I'm Adi. Hello, nama saya Ryota. Saya adalah music director. Okay. 最后那个歌是不是没有告诉 Adi？ 就是他自己走，导致那个。其实这个呢，在写剧本的时候呢，这个秘密我已经打算是留给观众们个人知道而已，到底是不知道。其实，在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很多不公平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爱，这个爱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它。演绎老师在哪？这些就常常跟他们谈人，他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这兄弟的默契跟情感，是我们真正用阿邦跟阿迪去了巩固这个巴萨生活的一段时间才得到的。OK。阿迪 ，Let's go！ 王子准备 ，Never go back。